今天进入大山，开的比卡神。去年我来过这里面，但是上次是这条路已经很久没有车进去了。去年在这里跟他们买了几十斤的野生蜂蜜，今年来看一下还有什么突破。你来呢？我骂你。啊，一会儿又来。那个哦。哎呦！哎呦！啊，没个嘛哦。没，那这都报名吗？没有啊。豆的没吗？哎，豆的没吗？豆的没有。没来，没来。啊，你也好，要能拿我很，我能看。不要你起来要单嘛？啊，没单嘛，没单嘛。有嘞。单飞个嘛？飞过来的，飞过来。飞过来嘛？盖的。木炭。不行。给来不？没给来不？真老嘛？没咩给的？给不没？多不没？他们没。这是多猛啊！嗯，啊，背你的呀，背歪的吧？背你，背你的，背歪的，没什么背的，没有。哎，那我那那有矮人，我有矮。当天估计背你没的。没有，你看他们背远，你没。这边远，你把你接远哦，你电的。没有，他也没没看。我是那么有用那么的不？哦哟，不本身，哈哈，有来，有来不？病毒在呀？呵呵，用那可那个难。不你没乱背不？这种大山深处，几乎都是一个山头是有一户人家，一户人家是有一两个人，他们在山里面都养有一些。鸡鸭牛羊全都是好货，今天我们来，南瓜也收了。可以。哎呦，给你。哎呦，西瓜。哦，个人高见。没呀、啊，没的。就能你了哦。没。
nó lão ni mà đi thì